迪迹学跳舞。幼儿园的小礼堂里，凯特给大家表演新学的舞蹈。太好了，真好看，太好了。真厉害，哇，简直是太美了。要是本王子和凯特一起跳舞，请。哇，大家一起学，我也要报名，俺也要学跳舞，还有我，本王子也要一起学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凯特，我来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等等，你们不是去学跳舞了吗？这么快就学会了？这舞太难学了，就是根本就学不会。我们都放弃了。就是跳舞吗？能有多难呀？哎，光头强，你怎么也走了？舞学的怎么样啊？哎，舞太难了，不学了。真的有这么难吗？本王子才不信呢。要不你跳给本王子看看？好吧，先把双手给我，然后后退，跟着我的脚。左右左，哎呦，踩到脚了！对不起对不起，你先推右脚，再向前，好难呀！哎呀，又踩到我了！还是算了吧，我的鞋都要被你踩坏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想跳了，先回去了。哎，这个舞还真难跳啊！本王子还是不学了吧。吉吉小月亮，凯特吉吉，吉吉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学跳舞。哎，我，等等，这舞是不是很难跳啊？放心吧，昨天凯特教过我，很简单的。快走吧。等等，我，难道你是怕学的没我快，跳的没我好，是不是呀？哼，本王子可是天才，才不会输给你的。哼，凯特，我来学跳舞啦。凯特，你跳的真棒。好，你们按照我刚教的舞蹈动作来一遍。吉吉，来吧。本王子还没学会呢。来嘛，右脚往前一步。前一步，就是这样，跟着节奏来。哎呦，我的脚！哎，对不起。小月亮，你没事吧？吉吉，你别紧张，身体要放松。没关系，刚开始学很正常，我们慢慢来吧。我会小心的。那我们继续吧。慢一点，我帮你们打拍子。注意脚下。你动作太僵硬了。那本王子放松一点。小心，吉吉小月亮。对不起，我。没事，我们继续吧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好疼啊。这样的话就不会受伤啦，但你要小心点哦。本王子会注意的。那开始啦。先右脚。一二，脚向后。好险呀！一二，一慢点。二
不要紧张。节奏，节奏，一、二，姐姐快下来。好。小月亮，快帮帮我，我起不来了。没事吧，姐姐？你怎么乱跳啊？对不起，但是你就是这样跳的呀。我明明是这样，左右定，左右定。不对，明明是这样的。你就是故意捣乱。哼，是你不会配合，是你不会跳舞。笨王子怎么可能不会跳舞呢？太好啦！咦，这怎么叫跳舞啊？哇，这才是跳舞呢！不就是会转圈吗？我也会。那我们来比比，看谁转得久。王子跳的是不是很棒啊？我是不是跳得更好？我也会。笨王子真的很认真在跳啊。吉吉，刚才你是怎么跳的？你说的是这个？对对，就是这个。你明明跳得不错，怎么刚才动作这么僵硬呢？因为我听说这个舞很难，所以就很紧张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吉吉，这个舞没那么难，放松点就能跳好。可是我跳的时候还是会很紧张啊。哈，这很好解决啊。是啊，这就跟走路一样，还能转身。你看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哇，小月亮手上的是，我的王冠呢？在这儿呢。我的王冠，你过来拿呀。快把王冠还给我！呀！吉吉，跟着音乐节奏，左脚、右脚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，起！对，继续，就是这样。左脚、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二，我的王冠，三、四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。僵硬了，我的王冠，来，跟着音乐，一、二，一、二，一、二，准备换，一、二，一、二，一、二，我跟上了。紧张了吧？身体随音乐跳动起来，太有意思了。刚才吉吉跳得太棒了。吉吉跳得好好呀。熊二，熊二，你也是爱学跳舞的吗？不不不，听他们说这舞蹈好难，俺怕学不会。这个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难学，让本王子来教你吧。太好了，这样走。对对，熊二，你踩着我的脚了。送给凯特的礼物。今天大树幼儿园组织小朋友们去郊游，大家都开心极了。小蝴蝶，
我跟你们说，可好玩了。你都带了些什么呀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没有骗你们。集合了，小朋友们。哎，凯特迟到了。我也不知道呀。萝卜头，你挨着毛毛站吧。哦，凯特同学生病了，不能吹风，所以这回就不和我们一起去郊游了。今天不能和他一起玩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凯特在家里养病，他很快就会回到幼儿园的。现在，大家注意，向左转，起步走，咱们出发喽！出发喽！等等我！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。同学们，咱们今天就在这附近活动吧。现在解散。耶！我来喽，宝妈过来。出发了！本王子带了一些果子，分给你们一起吃吧。大家吃果子喽！大家都来吃吧。我带了萝卜，还有我的松果。啊！这是俺的蜂蜜，也请大家来尝尝。蜂蜜。熊二，你别着急嘛。如果凯特在的话，就能跟我们一起吃了。生病最讨厌了，身体不舒服还只能在家里待着。凯特好可怜呢。就是不能出来郊游，凯特一定闷坏了。俺有个主意。不如俺们把郊游时看到的美景送给凯特吧，你们觉得咋样？对呀，对呀，真是个好主意，凯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猫头鹰老师，你也休息一会儿吧。光头强，你发现有啥能当礼物的吗？什么也没有。成功啦！大家快来看，这是我和萝卜头弄的拼贴画。哇，好漂亮的拼贴画！俺们想把这张拼贴画送给凯特，他肯定喜欢。肯定会喜欢的。哟，俺们送啥呀？叶子送完了，还有花，我们可以送花呀。那好啦。小月亮，你和蹦蹦准备了什么礼物呀？我们准备了森林里最漂亮的礼物。哇！快给我们看看吧！你们看好了，当当当当！哇，好漂亮啊！我们发现了一株断掉的石竹花丛，花还开得很好，凯特一定喜欢。这可咋办呀？他们准备了花，俺们准备啥礼物呢？你们的礼物太没创意了。虽然你们的礼物很漂亮，但凯特一定最喜欢本王子的礼物。毛毛上。好。叮叮叮叮。哇，这是我和吉吉王子给凯特准备的小兔子。凯特是只兔子嘛，兔子一定最喜欢兔子。哇，好可爱呀。毛毛归队。吉吉，你的小兔子编得不错嘛。那是当然，这可是本王子的杰作。吉吉的手工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下就剩咱们了。熊二、光头强，你们的礼物呢？是不是觉得凯特喜欢本王子的礼物，就不敢拿出来了？哼，才不是呢。我们一定会送个最棒的礼物给凯特的。熊二，我们走。等等啊！这张凯特肯定喜欢，这张也很好看啊。俺看看，让俺来对比一下。不能动。
吉吉王子，你就让我摸一下嘛。不行，弄坏了怎么办？我就摸一下。不行，就是不行。吉吉王子，蹦蹦，你看咱们的花多漂亮呀，凯特肯定喜欢。嗯，把这朵花也插进去，更漂亮。我去看一下。不行，这张也挺不错的。喜欢这张。不行不行，你就给我摸一下嘛。要摸了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哎，咋办呀？俺们送啥呀？知了一直叫，真烦人。俺脑子里除了这些知了的声音，啥都想不出来。声音？哎，对呀，夏天的声音。啊，我知道该送什么了。送啥呀？这个。啊，让俺看看，让俺看看。看，啊，这是啥？这是录音机，可好玩了，它可以把声音都给录下来呢。哇，喂喂喂，我是光头强。喂喂喂，我是光头强。哎，好神奇呀！喂喂，你好呀。好玩，这录音机就是俺们送给凯特的礼物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们要把郊游的声音都录给凯特听，比如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，还有夏天蝉的叫声，还有大家吃西瓜的声音。对，这就是咱们送给凯特的礼物。我们开始吧。啊。蜜蜂，这有青蛙。蹦蹦，我要那颗大的。好，我也要大的，我也要大的，我也要大的。俺是森林里最快乐的熊二。光头强，俺们的礼物制作完成了。耶！凯特一定喜欢咱们的礼物。嗯。凯特，你的同学们来看你了。凯特，我们来看你啦！谢谢你们。凯特，看看俺们给你带了些啥。哇，这都是给我的吗？好漂亮的拼贴画，真香啊！啊，好可爱的兔子。凯特，你不能出门很闷吧？我们把郊游带过来了，送给你。嗯，谢谢你们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郊游的声音。嗯，是蝈蝈的声音。呱呱，呱呱。哎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俺知道，俺知道，这是小鱼跳进水里的声音。哦。哇！看这礼物，我好像真的去郊游了，看到了大家，真的好开心。谢谢你们。俺是森林里最快乐的熊二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听过夏天的声音呢？快去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找花生。秋天到了，熊二兴高采烈地从山楂树下走过。啦啦啦啦。
是山楂啊！好酸呀！哎，山楂成熟了，算算日子，俺的花生也一定成熟了。俺现在就去拔。啊，咋没看见花生呢？咋没有呢？花生都去哪儿了？俺的花生呢？咋都不见了？有了，俺去找小伙伴们问问。奇怪，这边也找不到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嗯，琪琪，毛毛，你在干啥呢？嗯，熊二，我在找东西呢。嗯，找到了，琪琪王子，我找到香蕉了。啊，毛毛，你找到了？太好了，终于找到香蕉了，这可是我特意溜的甜香蕉呢，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了。啊，对了，熊二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俺连一颗花生都找不到。啊，一颗花生都找不到？居然一颗花生都看不到啊！啊，难道是谁拿走了花生？被拿走了？可是会是谁呢？到底是谁呢？哎，我知道了。一定是被小精灵藏起来了。小精灵？对对对，就是小精灵。在故事书里有一种小精灵，而且他们呀就一直藏在我们身边，藏在周围那些看不见的角落，但是他们偶尔会出现，因为他们喜欢把别人的东西悄悄拿走然后藏起来。比如俺的花生，对，猜的没错。那俺们现在就去找小精灵。嗯，一定要把花生找回来。好，熊二，等等我们。树洞，吉吉妈妈。你们快来呀！来了来了！哎，找到了！哎，是鸟蛋。不好，是鸟妈妈！哎呦，快跑啊！等等啊！小精灵，哎，姐姐找到了吗？还是没找到。小精灵把俺的花生藏哪儿了？俺的花生，花生！熊二，你没事吧，熊二？你们快看，花生会不会藏在这里面呀？让我来看看。里面太黑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奇奇王子，用这个。太好了。啊，能看见了。奇奇，里面是不是花生呀？好像有些黄黄的东西。
花生不就是黄色的吗？哎，姐姐，俺们找到了。嗯，看本王子把花生掏出来。够不着呀，让俺来试试。不行，俺的手太大了。啊，有了。啊，洞里倒满了水，花生说不定就被冲出来了。花生咋没出来呀？俺来啊，挖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我的胡萝卜！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啊，我的胡萝卜怎么都脏成这样了？看你们干的好事！快跑！别跑！萝卜糖，你听我说！你们快站住！是小精灵把你的胡萝卜藏起来的，多亏了我们帮你找到呢。什么小精灵啊？那是我储藏胡萝卜的地洞！别跑！站住！熊二，你们玩什么呢？罗强，快跑！别跑！你们给我站住！别跑了，站住！这边！站住！别跑！熊二，萝卜头怎么了？俺们不小心弄坏了他藏胡萝卜的地洞。还弄脏了胡萝卜，这，吉吉，你给我下来！我就不下来！你不下来，我可就上去了。哇，胡萝卜！我们帮你把胡萝卜洗干净了。啊，我的胡萝卜！萝卜头，对不起。那好，我原谅你们了。不过，你们为什么要挖我的地洞啊？哎，俺们以为里面是俺的花生。花生？今天是俺花生收获的日子，可是花生藤上一颗花生也没有。啊，一颗花生也没有？熊二，我知道你的花生在哪儿了。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走，熊二，我带你去找。来了！熊二，其实花生还在花生地里。还在这里？可是俺咋找不到呢？不对呀，花生不是被小精灵藏起来了吗？小精灵？哪有什么小精灵啊？我的萝卜是长在地里的。哎，对了。你们说花生会不会也长在地里呀？你猜对了，地里。为啥呢？来来来，你们看好了。哇，花生真的长在地下。太好了，俺的花生找到了。花生这种豆科植物啊，比较特别，它地上开花，地下结果，而且一定要在黑暗的土壤环境中才能结出果实呢，所以人们又叫它落花生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俺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。落花生好多呀。熊二，我们来帮你一起收花生。谢谢。还有我。好。小朋友们，遇到不明白的事情，多点学习和探索，你们会发现有趣的真相哦。小朋友们，再见！不怕打雷了。听说今天要打雷，小朋友们的课外活动被取消了。
版本王子的新作品。吉吉王子真棒。吉吉，你这画的到底是什么呀？这都看不出来。这是本王子的自画像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吉吉王子。哇，看起来好厉害。天不怕地不怕，我才不信呢。本王子就是天不怕地不怕。吉吉害怕了。吉吉，你肯定是被刚才的雷声给吓着了。才不是呢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本王子怎么会怕打雷呢？不怕打雷的话，那就出去玩呗。那好啊，走吧走吧，俺早就想出去玩了。那还等啥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啊，我老爸说这几天都会打雷呢。你们等等我。吉吉，一起来玩捉迷藏吧。本王子不想玩。好吧，那俺们叫凯特他们玩吧。凯特、毛毛、光头强，来玩捉迷藏啦。来了来了，这次俺来找你们。好呀，快藏起来吧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看来躲在这儿比较安全。有人，树洞啊树洞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吉吉王子，可我居然好怕打雷，今天还会打雷呢，怎么办啊？吉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吉吉，原来你怕打雷呀。我别怕别怕，俺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可要是再打雷的话，大家就都会发现了。不就是打雷吗？俺帮你。真的？熊二，给天上送信管用吗？肯定行，雷声是从天上传来的，俺们把纸飞机飞到天上，他收到信肯定就不会再来了。好了，写完了。现在俺们把信送上天。掉下来了。没事，俺们用气球试试。飞了。13、14、15。掉了掉了，气球掉下来了。哪来的信啊？熊二，我去拿信。吉吉，吉吉，等等俺。幸好没被光头强发现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有了，你怕打雷就是怕大声音嘛，没准多晒几次就好了。吉吉，俺们这样。哇，咋样，害怕吗？就是吓了一跳。这有用吗？多下几次就好了。好吧。哇，吉吉王子，你画的真好。你画的是啥呀？哇。咋样咋样，还怕吗？没用。熊二，你干啥呢？看你把画弄的。对不起。
萝卜头，快点儿！让我再看看。萝卜头，哎，别走那边，你可以走这儿。哇哇！这回咋样？感觉更害怕了。没事儿，下回就好了。还来呀？熊二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对不起。妈妈，给你吃个苹果。谢谢。吉吉王子，干什么？再给我们变一下那个苹果不见的魔术，好不好？好吧。耶，太好了！看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熊二，这回咋样？熊二，你为啥老是恶作剧？就是，这是因为，对不起。熊二，被吓的方法没用啊！你说啥？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你们不睡觉，在这里说什么秘密呢？我刚才都没听清楚。没啥。熊二，今天你咋怪怪的？没有啊，是吧，姐姐？姐姐，熊大。其实是我害怕打雷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害怕打雷？怎么办？有了，俺们去问问猫头鹰老师，老师肯定有办法。对呀，去问猫头鹰老师。那你们也要陪本王子一起去。好。这边，吉吉，猫头鹰老师，您快帮帮我吧！孩子们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师，吉吉他怕打雷，俺们不知道怎么帮他。又开始了，吉吉，别怕，吉吉，雷声已经消失了，你听。吉吉王子。吉吉，你能告诉老师为什么会害怕打雷吗？我觉得打雷的时候，就像有只妖怪在发脾气，轰，声音就像妖怪的大脚，动啊，使劲的跺着天，所以我才害怕的。熊二，吉吉。打雷是件很正常的自然现象，不是妖怪在跺脚。下雨的时候，天上有的云带阳电，有的带阴电。当这两种云碰到一起的时候，就会放电，发出很亮很亮的闪电，同时又会放出很大的热量，使周围的空气很快受热膨胀。膨胀完以后，它就会发生爆炸。这爆炸的声音就是大家听到的雷声了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有妖怪呀。不怕了，再也不怕了。耶，这回我可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吉吉王子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害怕打雷吗？其实打雷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，不是妖怪在跺脚哦。小朋友们，再见！海边旅游。一大早，光头强来到了大树幼儿园。山羊爷爷早啊！早。这块应该放哪儿呢？大家早啊！
早呀，光头强。光头强。光头强，过来一块玩积木。嗯，不玩了，我要去请假。哦，对了，我要去旅游了。旅游？嗯，旅游就是出去玩啊。我准备去海边。哦，对了。旅游要坐火车去海边看大海，看大鲨鱼，还要坐三轮车，还要拍纪念照片、寄明信片呢。哇，太棒了！哎，光头强，你好好玩，到时候回来跟俺讲讲啊。嗯。光头强肯定在火车上咧，啊，不对，说不定在三轮车上呢。说不定到海边了。是啊，快走吧。嗯，俺也好想去海边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你不是去旅游了吗？爸爸突然有工作，我们不去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去不了也没事呀，你还可以跟俺们玩。可是我什么都不想玩。啊！咋样才能让他开心呀？嗯，不如让俺去试试。光头强，你要不要跟俺一起玩小拖车呀？可好玩了。真的超级好玩，你就陪俺玩一下嘛。我不想玩这个。那你想玩啥呀？我就想去海边。光头强想去海边。俺没办法了。我有一本关于大海的书，光头强一定会喜欢的。光头强，你看，这本书上有你想去的大海。我不想看了，我就想去看真的大海。光头强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有了，俺们就去海边旅游。啥？快过来！俺们这样。去坐火车看大海。怎么回事？熊大熊二，你们要干嘛？俺们要带你去旅游呀。旅游？在幼儿园怎么旅游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喽。走了走了。到了。熊大熊二，这是哪儿啊？你们说什么旅游呢？光头强，你看，请你上火车。哇，火车？这是开往海边的小火车。这也能去海边？哎呀，你就别想了，咱们快上车吧。好，要关门了，坐稳了。小火车出发了。出发了。穿树洞啦。哇，
快抬头看看。抬头？嗯，那是俺们幼儿园第一大奇观。哇，好像兵马俑啊！那不是树上画的长城吗？长城？哎，真的，这小石堆好像长城呢。去游泳啊！啊，不行不行！为什么？光头强，在大海里游泳很危险。你看那边，我是鲨鱼，我要吃了你！你跑不了了！啊呜啊呜！鲨鱼来了，快跑啊！光头强，快跑！大家快跑，别被鲨鱼抓到了！蹦蹦，跑不了了吧？不要吃我！哎呀，抓到你啦！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！吃掉，吃掉！啊！鲨鱼把蹦蹦吃掉了，下一个吃谁呢？吃谁呢？吃谁呢？哇哦！快跑呀！跑呀！鲨鱼跑了！我不能玩了，你们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！上滑梯！熊二，快点上去，他们快上来了！不行，太滑了。快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熊大，快来救我们！熊大救不了你的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！熊大，熊大！光头强，俺有个办法，咱们手牵手做个大渔网怎么样？好，快来吧！来吧，来吧！大渔网来了，大渔网来了！熊二，俺们来救你！大渔网来了，我们快跑！鲨鱼别跑啊！快跑啊！熊二，我们走！哎，别跑！大渔网来啦！收网啦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萌萌，这边！别跑！萌萌，快点！鸡鸡王子，你等等我！再不快点就被抓住了！拦住！你跑不掉了！等等我，鸡鸡王子！快把他们围起来！抓住！萌萌好累呀，还是被抓住了。夕阳好美呀！哇，凯特，你画的真好看！这是昨天咱们旅游的纪念画，画的太棒了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俺也看看，来，咱们一起看。哇，你们看，光头强多开心呀！谢谢大家，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旅游。小朋友们，这真是一段难忘的旅程，俺们玩的多开心呀！快跟你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玩吧，小朋友们，再见！不懂装懂的吉吉，熊大凯特跟吉吉答应了山羊爷爷，周末要帮他采摘蔬菜。凯特，走啦，凯特，快点呀，凯特，来啦！凯特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呀，这个是不倒翁，是我爸爸送给我的。
害呀！哇，好多蔬菜呀！摘菜喽！好、啊。哎，吉吉王子、嗯，你知道右边是什么瓜吗？本王子可是什么都知道的哦。哎，两边好像都是黄瓜，一个长一点，一个短一点。哎，长的是大黄瓜，短的是小黄瓜。啊，那是丝瓜、嗯，短的才是黄瓜呢。你过来看看。这个是丝瓜，虽然呢长得像黄瓜，但不是。吉吉，你该不会不知道丝瓜吧？谁说的？我知道那是丝瓜，短的是黄瓜，本王子也说对了呀。嗯，熊蛋、啊，吉吉萌萌，快来帮帮我！哦，来了来了。嗯。土豆，咋没看见土豆呢？本王子来告诉你。嘿嘿，吉吉，你快告诉俺，快告诉俺！刚才本王子弄错了，这一次我得让熊大知道本王子懂很多东西。嘿嘿嘿嘿，吉吉，你说啥呢？没说什么。看不见土豆是因为还没长出来呗，是吗？那当然，我们给它们多浇点水，土豆喝饱了就出来了。哎，土豆，你可要快点长出来哦。熊大，吉吉，嗯，露娜姐，你们干嘛呢？快停下！你们浇那么多水，会淹坏土豆的。啊？可是不浇水，土豆咋长出来呀？开了！哎，土豆是长在土里的。吉吉，你不是说它还没长出来吗？本王子跟你开玩笑的。嗯。你终于摘完了。嗯。吉吉王子，熊大，我还有事儿，剩下的就拜托你们了。嗯，交给俺们吧。再见，再见。熊大，吉吉、哦，快来帮帮我！咋了，凯特？刚才干活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不倒翁给挤坏了。别着急，让俺看看。嗯，材质应该是塑料，好轻啊，还有弹性，好像是空心的。有什么办法能修好吗？嗯，这个，嗯，这个不倒翁看起来跟我家的皮球一样，应该也能系好吧？要是我修好了，他们一定会崇拜本王子的。还是让本王子来吧。吉吉，你会修吗？当然，没有本王子不会的东西。哇，你们看啊，要是让它恢复原样的话，就得挤。不倒翁是空心的，还有弹性，是不是跟皮球一样呢？哦，我家的球瘪了，也是被我一挤就好了。不倒翁应该也差不多。嗯，有道理。嘿嘿，看我的。哇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没事没事，只要，只要再挤压底部就能恢复了。大概能行的。我的不倒翁！吉吉，你真的知道怎么修不倒翁吗？这个，哼，本王子就是会。吉吉，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应该去问大黑熊老师，不懂装懂反而会把事情搞砸的。哼，大黑熊老师都没我懂得多。
我的不倒翁。我对不起凯特，我不应该不懂装懂，弄坏了你的不倒翁。没事没事，我会让我爸爸看看的，应该能修好。走吧。我们还要把蔬菜拿到储藏室里分类呢。走吧，吉吉。明明应该可以修好的，为什么失败了呢？凯特，我的全部分好了。凯特，凯特，吉吉，你做的真快。还有需要帮忙的吗，凯特？没有啦，都差不多啦。凯特，我想起来有事儿要先走了，谢谢你的不倒翁。吉吉，没有。也没有啊，这里也没有。吉吉，需要老师帮忙吗？猫头鹰老师，您来了真是太好了。猫头鹰老师，您知道怎么让不倒翁恢复原状吗？这个，可以用热胀原理呀。热胀原理？热胀原理呀，就是。终于完成了。凯特，熊大，你们快跟我来呀。吉吉，这是要干啥呀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吉吉，小心烫哦。不怕，我带了隔热手套呢。吉吉，你要热水干什么呀？嘿嘿。当当，凯特的不倒翁。嘿嘿，现在是本王子施展魔法的时候了。等等，吉吉，你这是要把不倒翁放到热水里去吗？是啊。你可别把它又弄坏了。放心吧，这回我可是查了资料的，你们就看着吧。恢复原状了吧？我的不倒翁好了，我鼓起来了。吉吉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嘿嘿，那是当然。我加些冷水下去，再拿起来。哇，真的好了！吉吉，你究竟是用了什么魔法呀？快点告诉我。吉吉，俺也想知道。这是。热胀原理。热胀原理？对，所谓的热胀原理就像我刚才那样，把不倒翁放进热水里，他肚子里的空气被热水加热就会膨胀，使不倒翁鼓起来恢复原样。吉吉，你可真厉害。没错没错。其实我也是去问老师才明白的。吉吉，你终于不会不懂装懂啦。